朝圣者，他怎么这么快？啊，我的妈呀！鞋子是坏的，得粘一下，脱胶了。但是整体来说，这个布料是新的，然后这个扣子是鞋子的，它这个是2010年的 MADC， 然后头上有个小头巾，怎么还有一个扎套，然后有个围裙，主裙外面还有一个外套，这是什么个穿法？看一下，哦，这样，里面是一颗坎肩的这个连衣裙，然后这里有个围裙，还有个外套，然后里面有个内裙。裤子、袜子就是这样子，大家是不是第一次见？然后是多关节的，九关节的，限量625个。然后是这种冰面膜的，好看。这里还有卡，看一下怎么拿出来。限量卡、俱乐部卡，待会儿给它粘一下鞋子。好啦，好漂亮，我觉得它比我那个我本身见到它的时候还要好看，就是我在网图看到还要好看，而且那个卖家根本就没有说它限量这么少。我只是看它在 MADC， 所以我就买了。感觉就是不自然的，就想收集一下那个 MADC， 前提是它相对便宜一些吧。然后也是我稍微对我眼缘一点，有一些确实很就是我不太喜欢的，就也不会买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